好，那我们现在买了正式版的斩妖行，我们看一下一开始的内容是什么吧。Go go！人间修罗，我们当然先选四宗修罗，好不好？这边怎么没语音？主线前往岐山深处与师兄弟会合。啊，内心话应该是没有语音的。来 ，Go Go！ 我觉得有点顿顿的。收到哦，这我不知道，可能是 YouTube 的管理系统吧。存个档，消耗一个灵运精华，这是我现在没有。挑战关卡，角色升级，辛苦修炼是什么？练习。啊，我知道，它会自动存档啊。OK。师兄，方才巡山，我们抓住个可疑的女子。我们是苍山斩妖人，此处荒山野岭，妖孽横行，你一个弱女子，在此何为？我叫小玉，家住岐山脚下。只因今日家父上山采药多日未归，所以上山来寻他。既是如此，那为何被我等撞见，却要落荒而逃？荒山野岭，我已弱女子，只恐遇上歹人，所以……满口胡言！我等此来岐山，便是为了铲除萧王。那萧王凶残异常，这方圆百里见不到半个活人。你能安然来到此处，在下可是佩服得很呢、啊。我，原来是只狐妖，有你受死！且慢，我看他道行尚浅，且并未加害我等，不必节外生枝，放他去吧。寻萧王要紧。师兄，切不可被他骗了，这狐妖极有可能是萧王同党。萧王残暴，我等也多受其害。小女子真的是过路小妖，望诸位念在我修行不移的份上，放我一条生路。万物皆有灵，我等斩妖人也不是滥杀之辈，否则与萧王何异？师兄，可师兄还请三思。为何不能放啊？不能放啊！之前的情报
并没有说萧王与狐妖一族有所勾结，我相信这狐妖的话，这次就放了你，修行不易，你好自为之。多谢。我等此行已有数日，还没有找到萧王下落，不要东瞻西顾，全力搜寻萧王踪迹要紧，发现萧王不要轻举妄动，一个时辰后无论寻到与否都在此会合。是。OK， 这样有地图对不对？OK， 还很长，可是他们往后走哎、欸。空气波，那那只是比较大，比较大只。空中按 A， 我可以耶。啊，来等一下，等等，没吃到。哎，它是可以。等一下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哦，两段跳之后再冲刺哦。そうですね。すごいね。咻！还不行，走吧。这人都被我下炉子炼了，方圆百里遍寻不到，没想到还有个送上门来的。炼人精魄，没猜错的话，你是萧王同党。说，萧王现身在何处？萧王神威，岂是你等列祖想见就见的？今日你撞见我，注定要化为我颅内之鬼。好，来吧。发出惊叹号是，只能闪避。破了，破的时候都赶快打他，对不对？体力没有的时候就赶快走。
快跑，快跑！攻击很好躲，这只妖怪之前有恃无恐，似乎早料到我们会来此一样，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时辰快到了，还是先和师弟们会合后再做打算。师弟，师弟，师弟，怀州，怀州何在？这么突然。这样，对他们话这么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两个人啊，没人要看了，可怜啊，哎，破招可以反弹那个冲击波。OK。先回苍山再说。陆云川带着伤重的小师弟踉踉跄跄地回到苍山，二人将此行的遭遇向掌门做了汇报，小师弟讲述了当天遇袭的经过，当日放走的狐妖向萧王报信，萧王趁三人不备，带领一众小妖发动了伏击，三人乱战中被打散，小师弟带伤奋力反抗，奄奄一息，直到大师兄回来接应。掌门迁怒于陆云川放走狐妖，导致师弟们遭遇灭顶之灾，将其逐出师门。陆云川懊悔不已，带着深深的愧疚和自责，将两位师弟的遗骨送归故里。哎，哦，这教学场景是不是？好，这边就，那这边不录了。客官且看，前方便是五里坡，
沿栈道前行数里，便是河西村了。我听闻他们村里近日颇不太平，客官不妨在村中多逗留些时日，找些人结伴而行。雷道长终于开始驱妖做法了。这道长一看就很有道行。时辰到，有请道长做法驱妖。天大地三五成日月聚，出遥遥入冥冥，气不到气通神。急急如律令，妖怪退散。此处妖孽被我用独门秘法驱散，想必可保你们一方太平。有劳道长了，我代表河西村一众老小谢过道长。不是，妖怪来了！妖怪！赵胖子，你且快扶此妖魔呀！救命啊！那攻击好，没办法反击，死了。哦，小道士，御剑诀。贫道法号玄虚。刚才略施道法引妖出洞，本打算一举收拾这些为祸河西村的妖孽，不想却被你抢先一步。除掉这些妖孽对贫道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不过看你刚才也竭力相助，这份侠义心肠贫道十分重义。你我乃同道中人，贫道还要在此应付乡亲们的酬谢，你可以先行到村长处报信。哎，好，有声音。我觉得他任务真的太简略了，这是我现在感觉到的缺点。好，就这样。这剧情交代很快，很快速。这边有神龛吗？
为什么这边没语音呢？好，哦，挑战可以获得一些东西就对了。 OK， 那我们挑战看看。S 叫跳跃。哦，哦，原来如此，这没有语音了，是我承认是需要高人。嗯，不是，我不是啊。哎，承认有东西哦。这边村庄蛮多的，蛮多人的。之间的村子的那个气氛感觉就很诡异，大家不觉得吗？这个人不能对话。娘，大妹好饿哦。大妹乖，最近村里闹妖，当我蚂蚁手里的伙计就去王婆婆家里设点粮食给你做饭。这死人如何？前面大侠是村长请来的去好高人，说什么不会拿你东西啊。娘，大妹好饿哦。那我在此多谢大侠了。大妹，等一下，谢谢这位叔叔。谢谢叔叔。这是大妹在山里捡到的，大妹别的东西，这个玩具给你吧。小泥人。能练丝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好，汤文杰师弟骨灰。二师弟天资虽然不出众，但掌门却将善防守的法器金刚锥授予他。在过往行动中，靠他金刚锥不知几次为师兄弟挡下正面攻击，而如今二师弟损命，金刚锥也下落不明。张义才。自幼便送入沧桑，为人和善机敏，认为他人着想，甚至大师兄平日行动总是最贤地，为其寻得人治愈内外伤的跌打药酒。其伤以后，每当运云川喝下药酒，都倍感伤怀。OK， 我说啊，年轻人。别看我这样，爷，当年是刀口上过日子的好汉，是这十里八乡里有名的好汉。只可惜后来我单兵吃饷，不慎被打断了腿，最后只好躲在死人堆里保命。退兵时，是几个同乡的跑者找到我，好歹我的命算保住。不过他们个个没落得好下场。你说这天杀的贼老天，让我一个废人活着出你来干嘛？来来，喝酒。OK， 耶！不知道炸什么孽，以前村子里闹过鬼，村里四处连接出事，闹得人心惶惶。后来万幸为道长途经我们村子，做三天三夜的法事，才算镇住那些祸乱我们村子的妖怪。当初咱们村里还当是神仙一般的人物，能帮我们消灾避祸，真像如今。却是斩草不除根，白白送了他许多供奉。阿弥陀佛，老僧还是自求多福吧。听闻最近村长又请了一位道长前来捉妖，
小妹这次道长必定有几分道行，但你一个相貌堂堂一身正气，定是赌告乐场之辈。老婆子腿脚不便，能否请你帮我去道长处求一张平安符？哦，这算直线就对了。OK， 劳驾道长，在下受人之托，可否赐在下一张平安符？好说好说，您跟我本是同道中人，这画符开根等勾当，等机，本就是我修道之人行走江湖的旁身之计。现在我所生产老君驱邪护身符，多少达官贵人向我索要的示诺网文，先显著我驱妖飘然而去，今日我便将其赠送于你。这此物虽然贵重，但你也不要谢我，若是推辞反倒落俗套，行走江湖不然该率性而为，讲究一个缘分。多谢。这是你要的平安符。多谢多谢，老三也曾向那位老道求过一张紫灵符，一直当宝贝供着，可现在邪灭死灰复燃，想他的道行也不过如此。御雷术，哦，一人在那边学到的。OK， 哦，村长在这里哦。我乃苍山，云游斩妖人陆云川，曾与张一才师弟同为苍山门下。只可惜师弟在除妖途中不幸殒命，我知他乃河西村人士，于是想让其魂归故里，还望村长成全。哎，不瞒您说呀，如今世逢战乱，我们河西村是年年征兵，村里的儿郎们三去其二啊。大好儿郎现在如今都成了这祠堂中的一个个牌位，唉，此番也就多添一个罢了。村长节哀。老朽听闻苍山乃是名门大派呀，除强扶弱，嫉恶如仇，本村近日却是遇上一桩祸事。愿闻其详。近日不知何故，我们村东的陈州湾据说有河神爷兴风作浪，已经接连害了不少人性命。我们村人主要靠打鱼摆渡为生，对河神爷从来都是敬重有加，只希望能保佑我们风调雨顺啊。奈何近日不知何事冲撞了河神爷，河里接连怪事不断，一些水里枉死的脏东西也出来危害乡里，经此一劫，村中的生计大受影响，无奈之下老朽才四处求法，想找高人前来驱邪，如今还请陆大侠看于一才同门之情仗义出手啊。村长尽管放心，此乃我被斩妖人分内之事。自幼便送到苍山，我这边有讲过了。哇，这市场蛮大间的哦。Hello， 对，这个也是有配音的，没错。处置宅子的事情太吓人，不说也罢。倒是村西头酒保处几个闲汉时常议论，你可以向我们打听一下。我们先去打听好了。你说村东头宅子，那主人处置本来这么村里数一数二的美人，没想到他夫君战死后伤心过度，得了失心疯，整日疯疯癫癫，接连伤了好几个村人。村长起初见他孤儿寡母可怜，并未多过为难。
可后来的妖妇做许多伤风败俗的苟且之事，村中已经容不得他。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，村长无奈之下带人对其执行村规，本以为这是一了百了，可没想到他那才子却时常闹妖，好几个村人都在那边失踪，而且生不见人死不见尸。不是我吓唬你，没事这个别往那里去。哦，就村头蹲那个楚氏楚小娘的宅子啊，那里可变得老凶险啊。你说当年那事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啊，也是可惜那小娘子。可不是嘛，多好一个妇人却得了失心疯，当年我可是非常仰慕那小娘子呢。哼哼，好走吧。哦，有敌人，这边就有敌人。我觉得战斗还蛮爽的，蛮爽快的。哎哎，驱散驱散！哎，冲刺它不会耗体力耶，为什么？还是要战斗才会耗体力？觉得四四大大的配音很有磁性，谢谢谢谢。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好像比以前更进步一点点了。好，还是我的嗓子被我操坏了。我被冰冻了。这么黑啊！这边太黑了。啊，神龛。啊，这边一条路就对了。不去，这是为何？近日村子附近闹鬼，这河里也不太平，终日妖物弥漫，别说是摆渡，平日里打鱼的人也看不见了。那你为何还留在此处？哎，我和大哥在这河边摆渡过日，前些日有人想要渡河，给的酬劳还算丰厚，大哥见财心起，决定冒险一试，却再也不见回来。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前往沉船湾寻大哥下落，我便拼死把你送到对面。愿意一试。大侠站稳，前方雾气甚重。水下的东西，不是。等一下，不是，我大意了，我大意了，我刚没有看到我的血量。
船夫，撑着点啊，船夫。还有，前路凶险，我和你同行恐怕会拖累你，我们就此别过。如果有幸访到我大哥下落，烦请告知。你且放心。哦，这是支线哦。没体力了，没体力了。哎，刚没挡到。重复绕跑。消耗一个宁静精魂，获得500灵力。好，那没办法闪，就是，不是闪，就是没办法反击了。没办法，哎呦，可以。有奖励吗？打太久了，两分钟。水龙吟。哦，要一分半哦。哦，真难。
啊，走。此处为何怨气如此沉重？村长所谓的河神，莫不是什么妖孽？哦，人面鲈，就你吗？河妖。看起来不是，他没有体力值，应该是小 boss 而已。哦，这躲不了。哦，什么？哦，不能被他水打到。我会冰冻啦！啊，怎么没打到？上来的时间有限，啊，哦，吓死我。这河中怪鱼似乎不是怨气的源头，消灭的怪鱼也不曾是此地的怨气有所烧落。此处怨气如此浓郁，想必之前河中出现水妖也是受其影响之故。待我用本门秘法将此地的怨气清除，使用秘法封印此处的怨气。还是先回村中向村长复命，再进一步打听这一怨气失去的缘故。没有大哥的消息，前路唯一的尽头，一路尽是惨绝于水妖，未见到活人。如龙与大哥到此处已有几日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什么？大哥，早自行凶险，当初便不该。人都没了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论事不能复生，还请节哀。此处妖患已被我斩灭，希望往后不会再发生此等惨剧。哎，大哥始终多路未归，其实我早就做了最坏的打算。此行也不过是对断了念想，谢过大侠了。没什么酬谢你，之前百度以为客人给我这个东西作为酬劳，我便将其转赠于你。多谢，还望船家多多保重，在下就此别过。应该是已经去世了，暗影诀。
出什么事了？祸事喽，祸事喽！你走后不久，村里接连有人得怪病离世，这罗秀才是第五个了。只是他比较命大，被人发现的早，不过看样子也是撑不了多久了。平日里还好，积水坡往东有座将军坟，看坟的王老汉懂一些岐黄之术，但那里太过偏远呐、啊。近日开始闹妖，所以无人敢去，这罗秀才也只好在此等死了呀。村长无忧，我去即就回。
敢问老翁可就是王老汉？老朽正是，已经有些时日没人来我这里了。村中有人接连得了怪病，危在旦夕，在下受村长之托，恳请老人家随我立刻启程。我这就随你动身。这好像是失魂之症。失魂之症？依老朽看，他应该是受了极大的惊吓，三魂七魄中的胎光受损，所以才人事不省。那是否还可救治？算他命大，发现较早，只要帮他疏通几处经脉，助他体内元气流转，应该就无大碍了。待我为他针灸一番，大概需要一个时辰便可醒来。有劳了。待这座秀才醒来之前，我先去村中逛逛，看是否能打探出村子附近怨气四溢的原因。你可有看见我家大妹？那孩子自打晌午就没见了踪影，村外正闹着妖呢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可叫我怎么活呀？你别急，待我先四处打探一下，看看是否有人看见他。啊，这是主线剧情。啊，你说你家那小丫头骗子，那丫头嘴上的讲，每次进我这铺子盯我这些粮食，腿都迈不动了。还有心里那家，隔三差五就来我这铺子赊礼粮。虽说他们家难听，去年被征兵征走，家中没人打鱼维持生计，但老孙也不是养鸡院呐。你别看我铺子里粮储还有限，老样子下去，老孙这铺子还开不开啊？可曾见那丫头？自从日里她又站在我铺子前流口水。我将他赶走后便没再见过。还有呢，那丫头瓶子里啊，哎，大侠别急着走啊。你是说李大嫂的大妹？那小丫头之前还在哪里见过呢？哎，哥我这一酒瘾上来就啥也想不起来。要不你去西头酒店给我拿只瑜伽量解了酒瘾，也许我就想起来。王八蛋，这个你是说李大嫂的大妹？没看到没看到，那小丫头皮得很，之前偷拿我家咸鱼，我还没拿得起找他们告状呢。那咸鱼不是我给他的吗？李大嫂的大妹今日不曾见过，那丫头应该不会来这边。这边村东平这里是鬼气森森，村中之那的来便无人敢去，大侠还是别去别处打听看看吧。客官第一次来我们这里吧，这台鱼家里哪些尝尝？多谢。真是好巧，客又想起什么？那小丫头今日想我好像看她往村北山口那边去，那边闹呀闹得厉害，本来想喊住她，可那小丫头一眨眼就跑个没影。
哦，在那里啊。有人看见他往村北山口去了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听闻最近闹妖闹得厉害呢，这丫头这是想气死我呀。你别急，我去寻他回来。被打好像蛮痛的。好痛。把一些小怪解决。还有。敌人，完蛋完蛋了，就先解决。哎呦，神龛。这是什么？那怎么爆？啊！哇，这么高！这山中哪来的小儿亡魂？鬼物与人阴阴阳两个，不去轮回投胎，怎么还流离在此处？小鬼似乎对花生的玩具很感兴趣。还是先找到大妹再说。满江红，安全抵达。
到了。五个应该够了。这怨念，此处为何充斥着相同的怨念？还是小心为妙。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山神庙怨气四溢，凶险异常。你先跟我回村再说，你娘到处找你，都快急死了。啊，妖怪！哎呀，打超久，解锁挑战，这是什么？方才是这庙中的古镜让我看到的幻境吗？没想到恶修罗竟是这小鬼所化。妈妈，回家，妈妈。我已除去与你纠缠的怨念，你不会再有痛苦了。妈妈，回家。这怨念竟有如此大的作用，这里的渡魂野鬼也会受其影响，看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这孩子双亲离世，无亲无故，饥寒交迫而死，苦命啊！这宝镜似乎可洞悉魂魄执念，将人带入幻境，此番得到也算是一种机缘吧。这事太过蹊跷，还是先把大妹带回村子，再去警告村长，叫村里准备做些准备吧。看上去一个非常有音乐古铜镜。OK， 是否要立即回到河西村？先不用。天谢地，都不知该如何谢你，跑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。不怕妖怪给你叼走了？大妹知道错了，大妹不是乱跑，大妹看村里人都得了怪病，非常害怕。林家王婆婆曾跟大妹说过，村北山上的山神庙灵验，能保人平安。我只是上山去给娘祈福许愿，我不想娘生病。你这个傻孩子，就知道让为娘担心。我还是先回村东市场看看罗秀才，看能不能发现一点线索。别杀我！救命！他回来了，他变成厉鬼回来了。是神医呀，这下终于有救了。我们没命了。我们都没命了。满口疯话，在陆大侠面前成何体统？村长，是楚家娘子，是楚家娘子，她变成厉鬼前来索命了。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那个女人。哎，此事说来话长啊，实乃我村中的一桩丑事啊。我村祖训忠贞节烈，适逢战乱，男丁多征召入伍，村里男丁越来越少，后来每逢征兵，我们便定下逢三抽一的规矩，三户人家得抽一人应征。前些年村东楚家抽中了兵铁，留下媳妇楚氏和一子相依为命。那楚家当家一去不归，他媳妇楚氏思念成疾，得了失心疯啊。他先是将小儿赶出家门，之后还做出许多有辱门风的苟且之事。本想啊，找几位老成持重的妇人前去说教一番，不想那楚氏失心疯发作，连伤数人后，最后投井而亡啊。这女子不守妇道，死也就罢了，最后竟化作厉鬼，为祸相邻。自那以后，村人苦不堪言，后来万幸得遇一位云游道长将其收服，本以为根除了这个祸害，怎料近日却又死灰复燃呐。老朽卖个薄面，再带村中百姓请大侠仗义出手。想不到还有如此内情，各种鬼物聚集于此，应是受着处事怨念的影响。唉，你放手去做便是，无论成败，大侠的一举老夫皆看在眼里，想必你师弟泉下有知，也会感激您的恩德呀。村长不必担心，我去除掉这一祸害。封印那处事妖孽的地方就在村东头，那边平日里就鬼气森森，很少人去，你要多加小心呐。看来我得加紧心思的，感觉好像这边打完就没了。这女鬼越来越凶厉，如果她突破封印，后果真不堪设想。在下沧桑绿云川，为了一方百姓生气，得罪了。怀中的虎向镜对此处强烈的怨念突然有了反应，这是一阵应由祸祟道，量长祸祟煞断肠，业主令起不要脸，就是这个女人，打她！楚氏伤风败俗，不守妇道，今日陈景错误受害者，我却被陈于井下溺死，平复他们心中的嫉妒，维护村子的忠贞节烈，怨念驱使我以另一种形式存在，是非颠倒，黑白混乱，我记得他们每一个欺辱、辩驳、栽赃、污蔑是非之人的嘴脸，他们所有人都要死。
跟我想的一样。他根本是被逼着死啊。这厉鬼出事，一旦逃出，势必屠戮一方百姓。我得赶紧去阻止他。哎，好像可以没练功哦。来迟了，主角来迟了。谁在哪里？是我，玄虚。道长是否看到那厉鬼？这么凶厉的妖孽，真是世所罕见。要不是贫道还有那么几招看家技艺，恐怕小命就得交代在这儿了。那妖孽携一众鬼怪袭来，仅存大肆屠戮。整个村子瞬间化作了阿鼻地狱，也不知他与这河西村到底有何仇怨，此事颇为蹊跷。我劝你呀，也好自为之，别趟这趟浑水为妙。道长好意，在下铭记于心。不管其中有何因果，在下身为斩妖人，自然不能坐视不管。哎，就知道你跟我们这些跑江湖的不一样。贫道之前看到一些幸存的村民和村长一起往村西去了，那妖孽也追杀而去。你赶紧动身，兴许啊还能救下几条人命。你我也算相识一场，此行异常凶险，这东西就送与你防身吧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老兄老眼昏花，全因那罗秀才、刘胖和龅牙身及其家中妇人是非颠倒，才错将你陈警。老朽后来查明真相，也是痛惜不已呀。求你看在老朽对你儿照顾有加的份上，原谅老朽的罪过吧。你若真有愧疚之心，对我儿照顾有加，他饿死于山神庙时，你在何处？这我，嘿，我看你等有斩草除根之心是真，今日我也斩草除根于你等。饶命啊，饶命！你我本无仇怨，之前暂且留你一命，你却又来送死。你乃怨念所化之鬼，杀孽深重，我作为斩妖人自然不可坐视不理。他们皆死有余辜，这世间如此多的因果往复，你一人管得过来吗？因果循环无法根绝，依附因果诞生的妖物却可斩除，一旦出现为祸世间破坏阴阳平衡之物，我辈之人就非斩不可。
这个没办法躲。靠北，这躲不掉，忘记了。没血了，怎么没子？哦，我靠！完了完了，没补血了。其实他不抢啊，痛哦！靠！啊，你呢？浩劫过后，陆云川与幸存者安葬了楚氏母子及一众村人。之后继续启程。忍恶不断，怨念不尽，斩妖斩灭妖魔，斩不断因果，是非曲折，又有谁能道尽？唯愿你们于此安息，不再次受执念之苦。陆某就此别过。哇，第二章龙王村哦，这是一个村一个章节。前方变成龙王村了，在村里打听一下祠堂在哪里吧。好，